北方吃甘蔗的区别。小李，看这是啥？刚买的大甘蔗。哇，这么粗这么长。那必须的，这种啃着才得劲儿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没加工你去拿回来了？加工啥？这抱着就啃了吗？当然啃了，嘴都给你啃废。来给我，我找人给你加工。哦，来，老板，把我切成块块。加工好了，这才是甘蔗干硬的样子、不是吧，不只削皮还切块，这样吃起来多舒服啊。不啃着吃都没有吃甘蔗的灵魂，你们牙口吃有多差。不是啊，又方便又卫生，你就是记得我们南方服务好。没钱你吃生蚝。老板，来一盘生蚝，我请客。你不没钱吗？吃。我昨晚看热闹被人误伤了，赔了2000多，可就造。老板，多少钱？是我。有钱人吃生蚝。今天工地的进度还不错，晚上安排一只马里亚纳海沟的生蚝庆祝一下。好的，老爷。哇，老爷，生蚝做好了。大海的味道真鲜美。不说你吃辣厉害，我今天给你来个三重挑战。哼，吃辣我还没怕过谁。第一关，吃辣椒。这不小意思吗？这么轻松。第二关，洞庭湖鱼尾。听说这东西有点辣。确实有点辣，不过完全可以接受。这都没压力。第三关，死神辣条。这玩意儿可以400万辣度，那我就拼了。哇，刺激啊！这梨子长得有点奇怪呀、来活了。对呀、这都敢吃，你不怕吃虾啊？你别不信，我可是有天眼的人，一眼就看着他受了重伤，泪出血了都。你看他的果肉都变红了。真的是啊，我这有个健康的，你拿去吃吧，这个我就把你丢了。这么大个梨，小李真是大好人啊。这波血赚。夏天的崩溃瞬间第一种。哎，这天太热了，热的头发都湿了，赶紧来吃。哎，又到饭店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下次咱能不能不吃了？第二种，肚子痛了，快拿厕所停水了！哎呀，我自己有办法。上个厕所人都瘦了20斤。20年前吃冰糖葫芦 vs 20年后吃冰糖葫芦。20年前，哇，这个冰糖葫芦好别致啊！这女士您真有品味，这是我们的2022夏日限定款，多少钱？只需88元哦。那么贵，亲自做的。哎呀，这么可爱，人家想要嘛。哎，整一个吧，请慢用，拿去吃吧。哎，一口就没了。20年后，老板来一整个冰糖葫芦。什么？一整根，你吃得完吗？吃得完，我最喜欢吃冰糖葫芦。一整根可是要足足1块钱哦，真的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我带了压岁钱的，不能浪费哈。太好吃了。如何吃上辣条？对象，你这样吃要串戏的，天天串戏，你又想骗我？谁骗你啊？你知道辣条为什么这么香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用地沟油做的。地沟油当然香了。地沟油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？全是蛆。我靠，这谁敢吃啊？下次不要吃了哈，我拿去扔了。油最香的都不敢吃了。嘿嘿，爽。南方吃烧烤 vs 北方吃烧烤，南方。哎，兄弟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今天放开肚子吃。那个牛肉40串，羊肉40串。哎，兄弟，太多了，吃不了，我们不能浪费。胃口这么小吗？先这样吧，来喽。这也太细了吧！快吃快吃啊！过瘾吧？老板，多少钱？168，我和爷送您170。北方，兄弟来了这就当自己家，服务员上三十个串，就30串，塞牙缝了。都来了，再送一个呢。这一串这么大，你给我拿着点吃。吃不下了，剩下的整打包吧。服务员，多少钱？30。哎呀，你这伤的有点严重，给我10块钱，我帮你以形补形。你不准贪污啊！放心，5块钱买了3只8条鱼。哇！先请他们喝一顿零星酒，加入生腌料，加入秘制酱汁。你别笑。不是熟的吗？生腌才是 YYDS， 你等个球，冷藏半小时开吃。熟了，哇，颜色都进去了。看着挺好吃。果然好吃。我就说生腌的最好吃吧。炸，我都没有啊，快点。下次还是吃烤的吧。如何吃上猪尾巴？等一下，你不要命了，连蛇都敢吃啊？这明明是个猪尾巴，你是不是瞎啊？果然，据说智商高低可以影响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。比如这张图，智商高于120，看到的就是一匹马；智商低于120，看到的就是梅花鹿。你看的是啥？为什么我看到的是梅花鹿？当然是马了。那你智商也不低，你再看你手上拿的是啥？我怎么拿一条蛇？蛇不能吃。哎呦，嘿嘿，
你们看到的是马还是鹿？我的吃的掉地上，普通朋友。掉地上的有细菌，千万不能吃啊！小李。掉地上的东西必须要先消毒才能吃。先把雪糕放入盘子里。众所周知，大蒜有极强的杀菌作用，搭配辣椒效果更佳。我们给它搅拌均匀，不留死角。好了，吃吧。这能吃吗？咋不能吃啊？不放心是吧？我吃啊。好好，我咋这么难吃？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。等一下啊，我给你出的小学题答对了，这一百就给你；答错了，这个蛋糕给我吃。小学题也太简单了吧！我赢了还能再买20个蛋糕。嘿嘿嘿，说这个王字去一竖是什么字？太简单了吧！答一单给钱。回答错误，你输了。不是三吗？就是三啊！你咋来？喝饮料时的快乐。叮叮叮，小弟，我刚买了个糖，特别好吃，跟你换。那你等一下，快过来，在下面接着。哦，来来了，张嘴。哎，没了，没事，我还有可乐。喝完喝完了，可乐放那个糖更好吃，我给你放。哎，我试试。哎，你给我放满。炸！你别笑。小时候干的蠢事。叮叮叮，咱家里拿点肥肠，加点料给小李吃，再放点辣椒，再来点蒜，再加点煮面的酱。搞定，把它灌到肥肠里，它肯定发现不了。小李，给你做了你最爱的肥肠，快尝尝。哦，这么好心吗？那我要这个啊。不错，你这咋不吃啊？吃，马上就吃。你别笑。小时候爱玩的。别急，我们来玩奥特曼打怪兽，谁赢了谁吃这只鸡。我最喜欢玩这个了。啊、我是爸爸是人，我最喜欢搞破坏了。我奥特曼不允许你这样干。我最喜欢打奥特曼了。看来只能放大招了。奥特曼果然厉害、我赢了。怎么只剩这么点了？不关我的事啊，怪兽吃的。哼。小时候干的坏事。这是要干啥？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。杀。我跟老师做绝了。我又跟你不是一个班的。爽。没钱人吃蛋 ,DS 有钱人吃蛋，没钱人。我看看这个孙鸟拉了个好大的粑粑，就说了怎么得去看。就这个就这个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啊。哇、好香啊。太棒了。有钱人。听说你中间买了一颗上古神兽九头蛇的蛋。老爷特地买来给你补身子的，马上安排。老爷蛋来了。普普通通38,000。老爷请看。不愧是九头蛇的蛋。鲜。小时候喜欢吃的。悄悄在那吃啥呢？我跟你说，这桌子底下好多葡萄干啊，你吃不吃？这个不能吃啊。小丽，你看我捡了个啥？这牛肉干，你哪捡的？都在铁轨上啊，多得很。这个不能吃。哎，小丽，我刚捡了个冰红茶，还是满的。哦，这么爽，给我放点。对了，你哪捡的？就那个塔吊下面。好的。咸。不同类型吃自助，高开低走行。饿了3天了，今天一定要把这家吃垮。先生88,000，没钱能吃吗？好嘞。商业题材型。兄弟，你是不是让公司赢的？很吃亏了。你懂个屁。我吃自助餐从来不亏。卧龙凤雏型。土鳖吃个自助居然吃饺子。饺子好啊，饺子里全是肉。肉值几个钱，一定要吃海鲜。上我这样。我都吃八盘了，老板都撑傻了。北方土豪吃饭。兄弟，以前读书的时候你没这么脏兮兮的。我也没办法。像我这样干干净净的女孩子多喜欢。家里十几座煤矿，我不去搭把手根本忙不过来。南方土豪吃饭。
老板，上两个云吞面啦。咱俩不都3000块一个月吗？你怎么买得起宾利啊？所以说年轻人一定要勤快啦。你不知道我每天下了班还有一份工作要干到晚上11点多。什么工作啊？带我一份，我想买法拉利。可以呀、啊、你像我一样找爷爷要200块房子，我们晚上一起干啊。深度还原疫情前买菜。老板，给我来3块钱猪肉。好嘞，切丝还是切片啊？1.5块给我切丝，还有1.5块切片。哦，小伙子一看就会吃。你先切了，我去买一颗鸡蛋。要不要给你加酱肉啊？多加点。疫情后买菜。老板，给我搞点肉，还是3块钱吗？什么3块钱？给我来3大袋。好嘞。这下心里舒坦了。你别笑。吴大爷没饭吃。大王不好了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南方闹饥荒，百姓无米下锅，好多都饿死了。竟有这种事，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吃肉呢？现在已经没饭吃。专家你好，我们有些问题想咨询一下。你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失业在家没有收入，你怎么看？人一定要学会动脑子，他只要往银行存6000万，每年光利息都有100万，实在不行拿家里2栋楼出去出租，换成钱也行啊。没钱银吃下。哎，兄弟，晚上吃小龙虾，鱼上跪着呢。牛叫！哎呀，小意思。老板，来份38的小龙虾，刚开吃，不够再加。真香、哦！嗯，真得劲儿。有钱银吃下。Waiter， 来份38的虾。先生，请慢用。嗯，果然是好虾。你们觉得哪个好吃？好妈妈要钱。妈，给我200块钱当创作费。嗯，你要100块钱做什么？平时都只用50，妈手里只有20，给你十块。找爸爸要钱。爸，给我200块钱，明天交书本费。啊？你要400块钱交书本费？平时不都800吗？老婆，拿1000块钱小孩交书本费。啥都能省，就学习不能省。给你5块。南方的100块。老板，来个牛杂包，双人餐。今天饿了，多整点。啊，这就是双人餐。哎，这分量也太少了，根本吃不饱。多少钱？九十八，这么贵？北方的100块。老板，来个那个88的铁锅炖大鹅，够吃不？放心，你都吃不完。啊，这么多？这是送你的小份，还有饼，不够就叫我。这也太爽了吧！哎呦我的妈，太多了！老板，打包。差距咋这么大呢？月入3000，请女朋友吃饭。维他帝王蟹给我来2只，澳洲大龙虾上一盘，剩下随便再上一点。啊，这么多会不会太奢侈了？我平时都这么吃的，更何况今天还带了你。吃吧，跟你在一起太幸福了。嗯，吃完了再带你看个电影。自己在家吃饭。嗯，节约点，节约点。啊，再坚持20天，不用发工资了。差别咋这么大呢？吃东西食都很严。你们能做到哪个？南方人吃排骨 VS 北方人吃排骨。南方人兄弟，好怀念当初一起在网吧打游戏的日子，现在也可以一起玩。今天吃啥？老板，来个超大份玉米炖排骨，再来个糖醋排骨。大老板，你点那么多，咱就2个人吃不完。你看他胃口这么小啊。那就这样吧。这么小的排骨，这是卤猪吧？越小越入味儿。这不但小，还没几块。嗯，不错，老板买单。368。北方人，兄弟，你总算来了，今天让你见识一下北方的排骨长什么样。你都长那样吗？老板，来个小份排骨。嗯，越来越克了，两个人吃小份，太丢人了吧？上，你们管这叫小份，大份咱俩可吃不完，快吃快吃。太撑了，这小份咱都吃不完。不同成绩回家吃饭。第一种，我今天不想在家里吃，我考了全校第一。哈哈哈，我儿子出息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出去吃。满分100分，你给我考了181。第二种，妈妈我回来了。
快坐下慢慢说。考试没考好，又考了99分。99分已经很好了。我平时都考100分的，连第二名都考了80分，第一分都有50米，我没有脸不知道啊。儿子，你已经很胖了。哎呦你妈！这怎么吃啊？这你都吃不来，跟苹果一样，直接拿着啃。哦，原来这样啊。这个纸不能吃啊，吃了要穿稀了。你当我傻吗？还有吃纸啊？滚！我是。这里不好吃啊，这个好苦啊！苦就对了，你看药苦不苦，茶苦不苦，哪个便宜啊？确实这玩意儿也不便宜。明月哥，哦，我就不吃了，最近口腔溃疡。嗯，你看这么大只羊，我能骗你吗？那我就只能独享了。你别说，这盒还真大。哎，不吃了，牛是王。嘿嘿，这才是精华。嗯，爽。朋友第一天来家吃饭。你这么多菜会不会太过分了？随便吃啊，你还能把我吃穷？咋样，不够再加？第30天。不开饭啊？兄弟，你吃完这顿就走吧，家里能卖的都卖完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哎，这顿将就了，以后东山再起了记得叫我啊。吃东西实得很人。你们觉得哪种更狠？月入3000吃鸭子。老板，这2只整只的鸭子。我现在一个月工资3200，鸭子都是点整只的，2只哦，你敢想？哇，这也太有钱了吧！吃，当着老板的面吃干净。年轻人，有钱是真好。月入3亿吃鸭子。管家，想吃鸭子了。好的，老爷。这是鸭子身上味道最浓郁的部分，鸭翘翘。味道确实很浓郁。吃饭时的可怕时刻。麻烦了。哎，回来了，快坐下吃饭。多吃点鱼，鱼吃多了聪明，学习好。啊，谢谢妈妈。哎，吃饭还背着书包干什么？给我。哎，书包这么重，里面什么东西啊？竟然只考了6分。妈，碗洗了，桌子也擦了，一会儿你看我是扫地还是擦玻璃呢？我还没吃呢。让我穿越到各个年代，古代。啊！我穿越到古代，竟然只能耕地，太不爽了吧！别打，还不干，我不想吃饭了。开饭了，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就一碗米饭。90年代，哎，这是竟然穿越到90年代，这才是我想要的黄金时代啊！这个年代就得做生意，我就从小卖部开始啊。哇，这开了个小卖部啊，好多东西啊！老板，这个都给我来点，这干脆面好吃，给我来10包。好好好，这也太好卖了，又改进点货了。这样赚钱也太爽了，幸亏我们过李国富的小日子，早就熟悉90年代金光白的流程。等等，我继续去浏览器搜索李国富的小日子，找李国富学习经商之道，把我的小卖部扩大经营，发展5天录像精等产业，马上就走上人生巅峰了。嘿嘿嘿嘿，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成功的第一步，加油！我的天！各地冬奥回国吃饭，韩国。哎呦，出去那么久，肯定想念家乡的泡菜和拉面了。外面根本吃不惯手，还是家乡的拉面最好吃。思密达，多吃点手，我再去给你拿点小葱泡菜。思密达。还是这个油泡面好吃。思密达。一本，李总，嘿，欢迎回国，这是你最爱的非常刺身。呀西，对了，太久没吃家乡美食，我会狼吞虎咽，吃相不好，请回避。嘿。bug， 我以前怎么会吃这种东西？哇，肥肠还是要炒起来最香。谁说你早忘了给你酱油？各地1000块吃饭，第一种。老板，来1000块钱的泡菜思密达。哎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真好吃，思密达。第二种，围菜。给我来一份骆驼肉，再把我的小猫咪拿去喂了。野生的2只小猪仔，请用餐。哇哦，How much？ 800块，真便宜。还有200给你当小费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吗？有钱人吃海星。管家，
三个月伙食费800万，为什么我越吃越瘦？老爷，说明伙食费还少了点，建议本月提升到1600万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能亏待自己。今晚吃什么？今晚给您准备了宇宙中的特色美食，海王星的海星王。哦，还真没吃过，端上来尝尝。哎，这样的海星确实没见过啊。老爷，壳薄肉大，入口即化。味道确实跟地球上的不一样，有点酸，因为里面含有再配利药素，有点酸是正常的。哦，很厉害的样子啊，多少钱？不贵，15一个，但是运费30万。没钱银吃鱼。哎，这么辛苦，一天才赚80块钱。小丽，好好干，晚上请你吃鱼。啊，谢谢工头。辛苦是辛苦，但是工头对我真好啊。快吃快吃，单位已经买过了。好好好。工头你也吃啊。我就不吃了，一会儿还有个局都归你了。你对我真好。有钱人吃鱼。老爷，那条酸菜鱼我用60万拍下了。这么贵，回车回去尝一下。老爷，这条鱼采用基因嫁接技术，将酸菜与鱼融为一体，非常难得。难怪要60万。够酸。吃饭时让人难受的行为。我喝了一下汤里了。哦，没关系。可以洗。兄弟，你油快滴身上了。没关系。可以洗。兄弟，你手不擦一下，手机上全是油。没关系。可以洗。没钱人的高端水果。兄弟，我今天买了点高端水果。高端水果，那我今天要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啦。就是这个。哇，那有钱人的水果长得就是不一样哈。哇，这有股奇怪的味道，而且好油腻啊。就说你三姑四伯来细扛，这玩意儿要蘸酱油吃啊。哇，这有钱人的口味真怪。有钱人的高端水果。30万就买了个50勾的车厘子，你看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老爷，你不知道这50勾的车厘子有多珍贵。有多珍贵啊？当时拍卖的时候，我喉咙都喊破了，总算在几个迪拜王子的手上抢到了它。端上来尝一下。这50勾看着确实大。这味道一定是个番茄杂交的吧。老爷，你可真聪明。哼，还用你说？以前的100块。哎，太惨了，娘亲这个月就给了100两银子当生活费，根本就不花，只能少去听两次曲儿了。小二，来只烧鸡，再上壶酒。来喽。哇哦。啊，小二自己扣一块。现在的100块。这个月生活费总算到了。老板，来2瓶老干妈。来喽。等一下，找你70。70块钱。可以买140个馒头，一天能吃5个。差距咋这么大呢？小时候吃方便面，鬼鬼祟祟，开始行动。嘴馋？垃圾卡。给我来一口。想吃啊？自己去买。我帮你写作业，给我来一口就行，一小口。你说的啊，伸手。得逞了。嘿嘿嘿嘿。长大后吃方便面。我这2次砖30块钱，干不干？走，老板干，走走走。为啥小时候吃方便面这么牛？南北方的奇怪差异。好久没吃粽子了。你北方粽子啥都没有，有啥吃的嘛？看我这个。有肉有蛋，这才香嘛。咸的有什么好吃？你那么喜欢吃咸的，我这还有碗咸豆花。不不不，豆花我们都吃甜的，只有甜的豆花才正宗。甜豆腐老配咸粽子太绝了，一看就不好吃。我看你们就想跟我们对着干。没钱赢吃腿。今天干活赚了80，老板来2个15的大猪腿。开吃开吃。哇，真得劲儿。有钱赢吃腿。管家，这个撒哈拉沙漠鸡30万一只，老爷别急，我这就让厨房给您安排。杀！老爷，撒哈拉沙漠一年只产2只鸡，一只鸡只有1条腿，异常珍贵。那就尝尝吧。
口感香，而且居然还有馅儿，有意思。老爷，两只一共60万。各地人的坐骑。哎，听说你们四川是不是人均一条熊猫啊？是啊，我年满18岁，考个熊猫驾照就可以去熊猫基地领了，一人5任选。哇，好羡慕啊！不像我们那儿只有少共享僵尸，运气不好还少一只比臭豆腐还臭的。哇，你们那有点辛苦。你们那算啥？我们那3岁就要学黄冈密卷，一直吃到18岁，你都不知道有多苦。哦你们那儿都骑啥？北方吃螃蟹 vs 南方吃螃蟹。北方这两天螃蟹上市了，不知道你们南方人爱吃。老板，上一碗螃蟹。果然又肥又大。哎，你咋没吃了？马上吃。南方。啊，你吃螃蟹拿修脚工具干啥？什么修脚工具啊？这个叫蟹八戒。哦。你这吃一斤螃蟹怕是得用一天吧？我这才叫吃螃蟹，你那简直就是浪费。我壳都吃干净了怎么算浪费？南方吃牛排 VS 北方吃牛排。南方。哇，这个牛排700多，图片这么大一份。服务员，就来一份这个牛排。好的先生，还需要点什么？够了，别的不要。兄弟别给我省钱，这么多吃了。啥不够吃啊，这么大一份，你有多大的胃啊？不要不用他了。两个大男人吃一份牛排真抠。这个牛排这家5个人都不吃，什么玩意儿？杀有人，这里面有点不一样哈、啊，要不你先吃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吃。要不再点两份？北方兄弟来了北方，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牛排长啥样。老板，来份98的牛排。98得多小一份？这是98的牛排。是啊，大口吃。哇真香、真是太棒了。南方人吃鱼 VS 北方人吃鱼。南方人兄弟来我们南方必须带你尝尝我们这边鱼，可鲜了。好好好，哎、这个168的金鱼汤来一份，288三文鱼也来一份。你看这是啥不？这图片上量那么大，差不多了嘛，你们够吃了。三文鱼可不少。大妈就这样吧。这么少？哎，这个鱼不能吃啊，精华都在汤里。哦。这么贵还吃不饱。北方人来我们北方，今天要带你吃个你没吃过的鱼。好好好，老板来个鱼头啊，就一个鱼头。杀，这是鱼头。对啊，鳄鱼头也是鱼头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边吃。啊，真香啊，吃不下了兄弟，太撑了。20年前买牛肉 VS 20年后买牛肉。20年前卖牛肉，卖牛肉，上好的牛肉。哎，老板给我来10块钱牛肉。10块钱你买啥牛肉？我这牛肉80一斤，你10块钱去隔壁买鸡肉去。80一斤，这是奢侈，这个奸商不拿不识货。20年后尝一尝看一看啊，新鲜牛肉干。哎，老板给我来80的。80的你吃得完吗？多少钱一斤啊？我们这个新鲜牛肉干只要9.9块一斤。啊，怎么这么便宜啊？现在科技进步了，都是牛肉。来这一下都给你提到80。80块钱买这么大一箱牛肉干。谢谢老板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吃要穿稀的，鱼不都生吃的吗？哎，你被人骗了，我来给你升级一下，把鳞片刮下来，搬到锅里，加水，烧开。水开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关火，要一直搅拌它，直到鱼鳞煮化。好了，倒碗里，淋上红糖，加上配料。大哥，好了，这是我那条鱼。是啊。你老知道。有人买。怎么样？怎么着？你这啥？哦。我又买了条鱼，照片我收到了。孩子跟你长得真像。到饭点了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哼，去吃饭不带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还给小迪家带了小鹿来了海苔肉松，三只松鼠旗下的品牌，他们家的零食了，小朋友都爱吃啊，口感蓬松，入口鲜香，拌饭吃当零食都可以。我小迪家肉松忘哪了？那应该要回来了，给他装把妥。住口！还好你没吃，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用猪后腿肉做的，要6.25斤新鲜猪后腿肉才能做1斤肉松。你这一口下去，有多少只猪失去后腿？你这请松吧，我帮你拉。杀！当我被拉到睿智邻居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起来呀！他标的不是鱼啊，不一样。假烫邻居，别怕，张嘴，杀！小李，哎，谁拉到？是不是你？不是我，还是那边。哦。当我家厕所堵了，专业邻居，专家全靠你了。没痛。假烫邻居，交给我。快趴下。痛了吗？找看看。妈的，没痛。小李，
听说你家马桶堵了，你能给我搞通，我请你吃饭。都是邻居，不用客气。哎，你工具打错了，没错、啊。不同邻居教阿三吃火锅，正常邻居。嗯，不是这样吃的，要用筷子。筷子，可外筷，自儿子，筷子。和外筷，你咋这么费劲呢？小李，呀，三哥，吃火锅了，不要烫手啊，我来帮帮你。哇，好了，不烫了，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